经常有人问我啊，什么是艺术？其实呢，艺术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无所不在。当我们进到剧场看一出芭蕾舞剧，看一出戏，或者是我们进到博物馆去看一幅画，甚至是一朵花、一块石头，无非都是艺术。哪里有感动，哪里就有艺术。12年前，我的身份从一个表演者转换成艺术总监，在这一段时间，我深深地感觉到完成一件艺术作品，它是多么多么的困难，而且这个过程对我来说，它是非常的珍贵的。当你100%投入你在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人们他自然会被感动到。就像最顶尖的芭蕾舞者，当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他是全然专注在他的肢体表演呈现，所以观众自然的就会被他的演出所感动。即使当下只有5分钟，但这份感动他会跟着我们一辈子。